是哦。因为像王俊凯每一年都会拍一张专辑嘛，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练好，所以他就会一直 NG。所以我就跟其他的哥哥姐姐抱怨他说。很多人就是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有的时候，我都不会想到是焦糖哥哥讲，没有想到在后面放很多话，就是焦糖。今天晚上10点，怎么这么黑啊？